好，掌声鼓励一下。招男主人，这是我的奖。拥有华丽的外表和绚烂的灯光，可是贫穷却不满现在这天堂。是为了满足孩子与你的梦想，怕到我不想就带你去阿胶。我忘了只能眼里奔跑的忧伤，我也忘了自己笑脸眼泪多少。不管我能够陪你有多久，至少能让你欢笑我飞翔。奔驰的木马让你忘了伤，在这一个供应欢笑的天堂，看着他们的羡慕眼光，不需要我在心上。旋转的木马没有翅膀，但却能够带着你到处飞翔。音乐停下来，你唱你唱，我也只能这样。节目时间差不多，最后问一下三位，这上节目的感觉怎么样呢？嗯，很棒，很棒，很热，很开心，很开心，很高兴。为什么都是三个字？很棒，很开心，很开，都是很简单的字，反正就是开心啦。好了，可以见到哥，那希望三位多演这上来我们节目了。好了，今天差不多，我们下次再见啦，谢谢。